好了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专门用来起重的钢瓶。如果调到最大，气囊就会一直鼓起来。开始。快点停下来！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用啊。什么？我，你敢耍我啊？你臭丫头，开什么玩笑？可恶！美腿很性感嘛。哇，美腿真可怕，你应该不会就这样放过我们吧？